那武杀天呢，一个月一次，这个自选英雄的时间又到了。不过这个是先锋服，那这一次呢，我先锋服打算让我的斯嘉莱特上彩色，如果能够运气好上一星是最好的，这样我可以开刻印哦。因为呢，这样子我在打诅咒梦境的话，那个分数就会更高。不过没有也没关系哈，我们可以自己佣兵，因为诅咒梦境的话呢，佣兵的使用次数是不限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我自己有一只斯嘉莱特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去借其他的角色这样子嘛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一只这个奥黛丽哦，这一次打那个什么诅咒梦境也有不错的伤害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抽吧。目前我的这个斯嘉莱特有是红加。然后对，就是红加而已，所以我欠四只。那如果能够抽到六只是最好。那如果说运气差一点的话，九千保底，所以四只的话呢是36000赚。那我目前有41000赚了，所以这个抽到四只是绝对没有问题。现在是看有没有机会多抽一点啊。好，那抽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灵魂石给开一下好了，看看会不会出什么惊喜哦。不过才七个而已哈。好，那就开一下喽。有费恩哦，费恩是我这个主号想要的。这七只全部都没有肥料也算不错啦。虽然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不过好像可以升星后也不错哈，佩吉公主升一下，然后还有干涉是不是？戴蒙我记得已经五星了吧？戴蒙五星了吗？对，戴蒙五星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一下这个斯嘉莱特吧。刚刚还有一个好友二十抽是不是？好，再抽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抽这个斯嘉莱特齁，这个低标肯定是四只，然后希望能够来个六只让我开个刻印哦。好，我们选择斯嘉莱特。好，那就准备开始抽咯齁，这个41000钻。好，第一抽。没有。好，第二抽。啊，要保底了，拜托拜托，一次来个两只吧。第三抽。两只。啊，只有一只而已齁，好，真的是9000钻一只哦。好，第四十抽。没有，第五十抽，哈，又要在9000赚了。好，这样子，还是只有一只哦。好，再来是第七十抽了，中。哦，天哪，小号运气不是很好啊。等一下，满了。等一下，刚刚是七十抽吼，要记得这个次数，看一下吼。我看一下需要升一下肥料吗？我把哇，这个要怎么升？古鞭吗？算了，我升我的奈拉也五星啦，升个费恩吗？好，升个费恩哦，我的主号想要玩费恩哦。那满血的话，满血的话谁啊？好像该有的都有了。塔利还是那个斯克雷格啊？好了，斯克雷格啦，作为元老级的角色哈，我们还是给他升一下好了。我记得小号完全没有练斯克雷格哦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哦。刚刚是70抽嘛。不对，我们要抱有希望哦。中。哈哈，福克斯。好，再来哦。80抽。80抽有哦，总算有个是80抽有了。好，那我们再重新开始计算哦，这是第90抽。又有了，有希望哦，已经三只了。不对，说错，不是三只哦。有了。太好了，然后呢，我目标是再两只哈，正好我的次数这边2 1.6，所以说有机会。可是如果说我是只有中一只的话呢，那我就应该不会再抽，不然的话，他连续出两只的话，另外一只就会乱跑。可是我本来就是要再抽一只啊，他乱跑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差哦。好啦，希望一次中两只啦。好，第一次，啊没有哈，第20抽，啊希望保底一次来两只我就毕业了。好，保底两只。啊，没有，怎么办呢？但是它并不代表说，虽然说只有一次，它就不会出现两张啊，因为我之前我有录过，还是会出现两张，只是说第二张它就不是你设定的角色了。那我们把这个钻石用一用吧。好，那就抽到中，好，这样子够吼，17666，对啊，我那个哥布林的那个钻石留着就是为了这个。好，10没有，好，我们还是看一下耀光的。啊，裸腕没有。20。啊，保底了，结束。好，结束了齁，就是好像没有说运气非常好嘛，几乎都是接近保底。
没有啦，中间有一点不错啦。好了，那这样子小号也有一个这个刻印哈，可以开刻印一星的这个斯嘉莱特了。OK， 那影片就到这边，有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